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Last tim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一题。作为2010年世界杯的东道主，南非国内已掀起一股足球热潮。不仅如此，就连约翰内斯堡动物园的一头雄狮也对这项运动十分痴狂，甚至对雌狮都不感兴趣。看来足球热潮确实已经席卷了南非。这头11岁大的雄狮名叫海神，他对足球的喜爱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，不愿与约翰内斯堡动物园世园内的7头雌狮一同玩耍。而且海神的足球技艺甚至会让一些真正的球迷汗颜。动物园一共有10头狮子，而他则是唯一喜欢足球。 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. Repeat after me 十. 十.